麻将的人，而且我就是输钱我会哭，哭那招超好笑，你一哭大家就把钱还你。所以你会哭的人吗？我不会，我会赢。你的这边进度是蛮落后的。吵死！TVBS 娱乐头条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林维，我是翁佳薇，我是韦丽莎，我是张宁。我们今天要来挑战做兔年开运地毯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！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做吧，好运旺旺来！哎，好运都要旺旺来啊，没错。可以聊一下这个构图。啊，现在就你看出来，对，我就是看不出来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我的构图就是一个飞奔的兔子，然后因为2023，然后是兔年，然后也是我的本命年，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很在奔跑中的兔子，然后跑到都四肢都解体了这样，然后我用的色系呢，就是有橘色跟绿色作为它的身体的主要颜色，因为我觉得过年就是要大吉大利，所以就是橘色跟绿色。外圈那一圈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就是一个形状，不然它没办法变成一个地毯。因为兔年嘛，兔年就是一定会有一只兔子，就是很具象的。是，但它拿这个星星，然后就代表说，就是一路就是很顺畅，很顺自己的心意。然后另外代表的是这个是 love， 这个是 safe， 这个是 free。希望所有的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好的东西，然后冲向云霄。过年陪我妈妈喝酒，所以你很会喝。还好，但是我妈妈很会喝酒，在家小酌，但是不小心就是可能会喝大概半罐高粱吗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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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问一下，这个英文单字是？那是俄文。哦哦哦，兔子。哦，兔子。俄文的兔子。俄文的兔子，所以怎么念？我不会念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构图就是一只，我只是单纯想画一只可爱的兔子。这就是你眼中可爱的兔子。对。来带一下，它很 fluffy， 可爱的兔子。哦，这是俄文的兔子。我很喜欢咖啡色，所以我的兔子在这个颜色。然后那是我这个爱心，这里有一个爱心。哦，你是混血混白俄罗斯？白俄罗斯吗？那白俄罗斯的过年？你就跟家人团聚啊，吃饭，过年就。因为我们要听的不一样。哎呦，这次过年我们会去露营区跨年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这个呢，我家之前的一只已经过世的兔子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叫哪尼？哎，其实画得很像。没有，因为用描的一定很像。我就觉得现在活到这个年纪了，其实身边一直都会有这些人事物渐渐的在消失跟逝去。然后希望新的一年可以跟自己说，就是这些人虽然会离开，但是他的美好还是可以留下来的。有洋葱的部分。有一点，大过年干嘛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过年必做的事情啊，吃就会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打麻将。对啊，有些人会刮刮乐。我不会打麻将的人，而且我就是输钱我会哭，哭那招超好笑，你一哭大家就把钱还你。不要打扰我。今年过年就是赌博啊。所以你会哭的人吗？我不会，我会赢。有些人会去拜拜、啊、因为我今年就是本命年，所以我一定会去安太岁。过年就是我都会包红包给自己，然后除夕夜那天晚上我就会放在枕头下面，就是一个习惯。对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发生状况，看一下出现了吗？他要哭了是不是？没事。你的这边进度是蛮落后的。吵死！看一下正面怎么样？哎，你们保护他了。哦，怎么好丑啊！哎，不是好了吗？对，任务完成。我今天的感想是，我本来是抱持着很有希望的打完这个，但看完是蛮黑暗的啦。所以希望就是祝大家就是2023年可以跨越过自己的黑暗面，
然后冲破，然后找到一个星星，这样子看得懂。看得懂，好好好好的，就是没什么好说的，看的人看得懂的人就看得懂。我的这个作品呢叫橘绿，我的作品叫橘绿兔，那边橘绿兔，这是吉利的意思。我今天非常顺利，这只长得像老鼠的兔子这样子，非常有自信。好，下一位，我的作品叫做遗失的美好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的一年把那些不愉快啊、逝去的东西都把它丢下，然后但是可以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着。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兔年行大运 ，Happy New Year！ Happy New Year！ Happy New Year！